丢脸哦！上一次来澎湖已经是一年前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只是今年的人不太一样而已。这好像是有两天的水上行程，希望天气好一点，我祈祷一下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澎湖了，体感大概只有两三场游览而已吧。从台北搭高铁到台中的话，我觉得还比较久。嗨，今年还没来，还没。看你的行李怎样？他没说，我帮你看，然后我就去旁边开。他说帮你看，没有说帮你拿。哎呦，我们等一下是民宿的人在我们借我们车。没有没有，我刚考到驾照，贝提说可以让我开。我们有保险吗？让他看一下，让他看一下，他拿到驾照。我已经是有驾照的人了。他没说他在旁边看就好，他不要上车。不行，再给我上车。上面有分啊，胸贴有分谁是谁吗？有胸贴有编号。真的耶，真的。我感觉到那个很热的黏腻感，有点海味。对，有海味，是不是太多海鲜了？你说我们啊？你说我们是海鲜吗？过分了，过分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民宿啦。你在拍什么？我想要拍那种过景，就这里的全都是房子跟鬼屋是怎样？今天是平日，澎湖人要上班吗？要是澎湖人不用上班，那我也要当澎湖人。哇，太棒了！马上就不会开车了。真的啊，这里好小。对，救我们了！阿妹来看一下，救命！不用，现在这样转到底。好，退后。往前，往后。没有，你现在加轻脚就不要听到了。不要听他。再退。你们很适合去演相声。台湾人好热情。啊，我来给你切一个。要上车吗？去弄掉。不想回来。啊，都还未切呢，你又会过？这摆过咩啊？要过哦。第三个人真的吗？他专门开轿车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教练啊。都是教练。教练，麻烦你了。谢谢。A 阿伯跟 B 阿伯，不要相信他的，然后最后说他是在教开车的。有一个阳台，可以看到风景。对，里面也有，那个是开关之类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谢谢。冰箱在外面是共用的，是吗？准备来睡一下，再赶下一个行程。现在是下午4点，现在大概是下午的5点半，我们大家都换好泳装。等一下要冲一波海边，走过来。我们到了山水海滩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6点多了，太阳都快要下山了，但我觉得还这个温度刚刚好，不会很热。啊，夕阳超美的，就这样照过来。我是清纯系偶像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后面怎么就这样啦？你拉的吗？你拉的吗？你拉的？我靠，后面就没绳子，你害我！你脚步不错，脚步好。我喜欢你。太棒了！天哪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也不行了。不要太靠近哦。哇！海风有点黏黏，头发很热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吃晚餐了，拜拜。
他没说那个一直在闪的是澎湖的马公夜店。你们在乱讲，这都要当做造谣。我啊，来吃晚餐，这是叫什么？来福吗？这是叫来福海鲜，当地人推荐。哇，炒饭好大碗哦。有点想回去。哇，好好吃哎！可能肚子太饿了，什么都好好吃哦。那个不好吃。你是什么酒吧老板吗？对啊，好像也是。干杯！干杯！然后我们要不要来之旅勇敢十番？今天才第一天哎，第五天给你开。骗小孩啊，跟那土炮一样。对。有个青菜丝瓜，然后是他们的招牌花枝海鲜饼，花枝煎饼都是招牌。全都笑出来。胡椒粉的味道好重哦。好好吃，这个真的是最好吃的。我看这果粒好大一个哦，我猜。哎，你把两个肉都拿走了，好赚哦，好赚哦。这果粒好好甜哦，好吃。很鲜的。还有甜点呢，小玉西瓜。明天6-7点就要起来，拜拜。Hello， 各位，今天是第二天，今天的都是水上行程。昨天听那个粤海快艇那边说，昨天的客人吐到不行，我们没有准备晕船药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有啊，我去啊，我就说我有去一般美妆药局买那个一般的晕车药，然后他就说那没有用，那完全没有用，一样是会吐到不行。我们 Betty 就去买了当地人推荐的晕船药，叫一个小时前要吃。我们现在全部都吃完了，今天天气也超级好，希望今天可以玩得很开心，然后不要吐。怎么样，上船了？还知道今天谁会晕我吗？汉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吃药。昨天没有吃晕车药。哇，好大胆。那你平常会晕吗？会啊，我跟你一起睡我就晕爆了。谢了。现在出航，强风大背头，好，大概车程40分钟吧。那很危险，他们有没有想要把相机拿到那个海上面？不要，太危险。这是背秀，是的，是的。尽量不要湿湿的才可以出去，连毛巾都可以帮我挂在外面。然后画面有一堆鸟，因为船停靠，教练说平常他们会被喂食，所以船停靠他们会以为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就会全部过来。那这时候手伸出去的话，它就会被它啄。等下不是海鸟攻击？热咖啡，哦耶，哦耶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挂先一人一个，毛巾帮我放椅子上，或者是挂后面这边，挂着一人一个。那哪个好啊？你要哪一个？哪个好呢？有差吗？那颜色不一样啊。感觉红色的比较适合。我觉得这个好适合。好，那我选这个。好，现场先赢的话，这颜色感觉蛮适合你。Betty， 那就是这样，这样还可以遮肚子。对，你好，我有穿到这里。太高了。我以为好烦哦，穿上去。我们刚体验完穿小美人的衣服，然后两只脚被绑起来，要用那种腹部的力量动。现在要去下水玩浮潜，他因为不会游泳，所以没有办法到很深。然后我们就 go 吧。哎，他怎样只剩这么一件？哎，真的耶！那穿 S 吗？我穿 S。叫的时候，这边有时候会进水，跟呼吸管会进水哈。进水的时候，它就可以从这边排出来的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用口水来做除污，好不好？口水除污哦，对，口水。啊，所以这个也有别人的口水？没有，没有别人的口水。没错，没错。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我要发抖。然后向你的左边。好吵，他今天好吵啊！蛮吵。有耳塞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咦，很可怕嘞！棒棒。干个圆满全程。快点，这步能不能破10万就看你站起来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站起来没有10万怎么办？感觉怎么样？啊，现在还可以。感觉可以站起来了吗？看我落下去就没了。
脚直接在叫了。你看你的两只脚中间有个提把，对，对你待会站起来的位置大概在提把的两侧，因为提把是整艘船的中心。帮你扶着，等你站起来。快到，等一下，我转过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往前，往前站，往前站那一步，盯住，撑住，撑住，我要放手了，撑住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，拍照了，开腹式相机，开腹式相机，我帮你抓着，好不好？好强的，上来可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感觉如何？哦，好像站起来的时候还可以，然后因为会一直觉得很不平衡。耶，恭喜！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另一个岸边，然后他先请我们到全家的厕所，然后先换了衣服，然后头发都还是湿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餐，好像是鸡肉吧，反正我不敢吃生食。然后我们买了一堆饮料一起喝，这张是冰的。日本人吗？那你生气抖一下。我们早上从民宿开车到集合地点，进行完教练们安排的水上活动后，搭船一路航到万安乡。这里是位于万安乡的往安口沙滩，这边的沙子是我目前看过最漂亮的，天空很蓝，海水很清澈，岸上的围墙跟凉亭超级美，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这里拍照打卡哦。石公园，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，觉得很漂亮。你看那边有船哎，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是的，船长。太小声喽。是的，船长。谁住在深海的大破影？海绵体宝宝。Oh my god！ 凤凰凰，伸缩自如。离开老姑石公园，我们来到排队名店邮局葱油饼。可以看到烈日下还是很多人在排队，上次还没有吃到，这次说什么都得买到才行。终于排到了，排了一个小时，然后我又吃可凡吃过的，里面有那个我们都是吃加蛋跟加起司，小黄瓜，然后酱可以选择要加不加，我们是加辣椒酱跟酱卷。中间麦克风收音出了点问题，总而言之就是这个葱油饼很好吃，但是没有值得排到一个小时。葱油饼里面虽然有加小黄瓜，应该是为了解腻让口感清爽，可是排队一个小时吃到这样子的葱油饼，没有办法让我火气下降呀。这时候就要买五十啦，取消了。妈妈，妮妮不会穿，哎呀啦，这么大了还不会穿。可凡超照的衣服也他穿的，头发也他绑的。谢谢可凡，太棒了，好厉害哦！一直夸了所有人的衣服，我还害羞。耶，超级美，后面也超漂亮的。而且这个饰品太适合很骄傲太大了，你看，德雅谁？哇，是谁啊？谁啊？现在我先换完浴衣，然后我们要去看烟火。刘海一根一根的，好恶哦！才刚喷完而已，然后我现在变成好像好几天没洗头。现在是拍照时间，十分钟。走回来。这个画面也太晕了吧！千块，哎，几？上面。好混乱啊！哪里有东西啊？好像没看过游客呢。大字。来，给你拍，给你拍。在哪里？给你拿着拍。给你拿着拍，谁要拿？我前二十分钟突然下起雨，无人机就不能表演了，超级可惜。我们是为了迪士尼主题才来的，但是今年还能跟可凡和美一起倒数，而且新增了超照的飞艇妈咪，明年还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花火节。随着雨势越来越大，烟火也因为湿掉释放不出来，默默的结束了，心中有一点遗憾，而且大家都被淋成落汤鸡了。我们大家都变成我们上的手机有没有？还有伞盒，遮风伞应该有。结果他
全湿，你看他衣服都全湿了。啊，刚下超大的雨，然后刘海都变这样了，超可怕的！好像小美人鱼出海哦，从海里出水哦。然后我的裙子啊，可以淋水耶，好惨啊！还好有看到一半的烟火，然后教练他们是说有一个超大十六寸的没看到，因为对雨太大，他可能就没有放。今天连迪士尼无人机都没有，我刘海现在应该也很惨了，还行啦，还行。对呀、啊。你好扯哦！大家想知道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会教大家如何自录。我们现在来到机场了。Hey, 大家好，我们已经结束了四天三夜澎湖的女子会，这次行程真的是超级好玩。四个女生呢，就是到处开车，然后到处玩，走到哪拍到哪，到处开车。海绵体宝宝，有开车也有开车，而且我觉得跟女生一起旅游，就是我们想要去哪里拍照啊，然后说走就走。对，没有人会有意见的。对，还有是比去年多了两天的船上行程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浮潜跟立桨，然后还有穿美人鱼。第三天的话是在船上看烟火，就讲好然后穿雨衣，对，然后再看烟火，结果看到一半下大雨，对，没有无人机，那个迪士尼限定的无人机，无人机没有放到，对啊，有点可惜，留一点遗憾，那我们明年再来。如果对民宿跟船上行程有兴趣的朋友的话，我会在影片说明栏留下商家的资料，那有兴趣的话再自己跟商家联络。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在这里喽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